集团举办的2023 TMEA 的腾讯音乐娱乐盛典昨日在中国澳门开幕。周深现身2023 TMEA 娱乐音乐盛典，这也是他连续三年第一个走红毯，可见大家对他的喜爱和认可。周深还是一如既往的活跃，他身穿枪驳领的黑色西装，领口处有大面积的闪钻，在镜头面前身份闪耀，跟他本人活泼的气质非常的符合，庄重而又不失礼数。恭喜周深获得 TMEA 年度两项大奖，分别荣获内地 TMEA 年度最具影响力男歌手花开忘忧，荣获 TMEA 腾讯有你年度最高连冠歌曲。继续蝉联两届 TMEA 年度最佳内地男歌手后，周深2023年迎来了首个 TMEA 年度最具影响力的内地男歌手，实至名归，可喜可贺。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最具影响力内地男歌手周深。唱更多好听的歌，然后去创作更多好的作品跟大家相遇，然后也非常感谢天蜜能够给我们这么好的平台，让我们所有的创作者或者是歌手，我们所有的心思和心意有地方可以去跟大家相遇，然后也非常感谢一直以来都对我照顾有加的所有幕后老师们，以及所有去给我舞台让大家听到我的老师们，非常感谢每一位老师。然后最最最非常非常非常一定要感谢的是我的声明，带来了一首既动听又非常符合他这几年打拼心境的歌《璀璨冒险人》，极具故事感又有穿透力的清澈嗓音，带领我们穿越在每一段与时间有关的故事里。真的是永远的精彩，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，一如既往的稳稳的发挥那直击天灵盖的清澈嗓音，小小的身躯有大大的能量，听得还是那么的激动，心潮澎湃。
作为一名实力派歌手，周深的唱功一直备受肯定，他的声线饱满而富有穿透力，每一次现场演唱都能让人陶醉其中。周深战绩卓越，影响力体现如数家珍，他的歌曲常年霸榜各大音乐平台，花开忘忧创下9连冠的记录，作为12冠多平台百万收藏，热度一直持续到登上春晚独唱的大爆单，助力周深 VX 指数破3亿，业务能力强，业绩突出，劳模风范屡创新高。难怪有网友会直呼周深获年度最具影响力内地男歌手，真的好佩服他每一个舞台，每一次不管是什么样的麦，他都能说唱就唱。在 TMEA 音乐娱乐盛典采访的环节，周深又用采访麦飙歌了，毫不畏惧，好听。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周深。首先恭喜深深获得了奖项。我们正在气氛中。原来越委屈的泪才能淹没的脆弱，你发誓更勇敢，舍与梦相拥，还想要继续吗？有你风不退呀，让璀璨住进你眼眸，别怕未来的模样辜负曾经的凝望，有多少理想就有多少次穿肠，那沿途的风浪也不过就这样，这一路光景要你在身旁。哇，太棒了，谢谢老师们辛苦啦，太棒了，周深在采访中为下半年立下 flag， 这话让粉丝们十分的激动。他说：“我的专辑一定一定要在今年发出，妥妥的说了6个一定，这应该是真的回来了吧？真的好期待呀！”周深舞台各个出圈，全平台播放量惊人，话题引爆全网讨论。每一次获奖，周深都会感谢帮助过他的人、鼓励过他的人、听他唱歌的人，最后感谢的就是最爱的生命，真的好感动。特别是花开忘忧，百听不厌，值得获奖。希望今后周深获得更多的奖项，听到你更多的歌声。谢谢周深一直的努力，谢谢你的坚持。恭喜周深，有请周深来到我们的舞台上，有请。能够提供这么好的平台让大家听到花开忘忧，也很感谢前天老师唐田老师创作的这首歌。我觉得花开忘忧这首歌里面应该有很多人的小遗憾，也希望我们可以把那些小遗憾变成一粒种子，等它长成一朵忘忧草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加成长的我们。花开忘忧，愿你无忧。然后还要感谢的是我的兄弟们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谢谢，我们再次恭喜周深，恭喜你。哇，再次恭喜！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周深应该也是和我一样连续打卡了4届 TMEA， 是，而且他每一届都非常。